个个都死于非命，我想这是因为杀生过多而遭到了报应啊。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诸广大念佛们，心常观察，依佛身冲遍一些诸法界故，这表示啊，那佛的报身呢、啊？咱们《华严经》讲的呢，是卢舍那佛的千丈报身，这讲念的报身佛。这微细念佛们，语义矛盾。就有不可说如来出现，习计其所而生事故，到这矛盾所现的佛所的住所，那成事供养的。诸庄严念佛门，于念中见一切皆有诸佛成等成觉现神变故。诸能寺念佛门，见一佛出现世间，智慧光转法轮。诸自在心念佛门，只随自心所有的欲要，以诸佛现其相。诸智业念佛门，只众生所及的业，所及的意业现其形象，令众生着悟，普现三相。诸神变念佛门，见佛作广大莲花，周遍法界而开佛，莲花开佛。诸虚空界念佛门，观察如来所有的三元庄严法界虚空界。说了这么21个呀，就是德云比丘向善财童子介绍着21种念佛法门。这种念佛法门呢，通内通外通真，真是法身呐、啊，通应身，大应小应，一切深云。这些个不要解释了，大家随文想一想啊就行了，没有解释。德云比丘介绍这么多，意思说不是我能做得到的。像这么多的念佛法门，而我云何能知啊？能说彼的功德行啊？念佛法门非常殊胜，要跟十大愿望结合，这是普贤行。普贤行什么呢？一者礼敬诸佛，这个就是礼敬诸佛，赞叹佛的功德；二者大愿；三者呢，供养诸佛。十大愿望前三个，德云比丘向善财童子介绍
这些个内现的外现的一切的深云，我云何能知啊？他谦虚啊，说完了，说这些个我没办法知道，我也没办法说出来这些个念佛的功德。念佛三昧嘛，总相是一个，其实无量无边的念佛，别门差别门，差别就无量了。嗯，这个里头含着佛的法身、佛的报身、佛的化身。嗯嗯嗯，心色昧、色三昧，一切的三昧，念佛三昧门。嗯，法性身呢是片些刹、片些土、片些境界相，法身片一切，像虚空似的。这些举这些门呢，就是法身的依报、法身的正报，无穷无尽的。嗯，不是吗？嗯，所以这是德云比丘向善财童子介绍，让善财童子再去参吧。我仅得到一念佛的三昧，他我就得不到了。善男子，南方有国，名曰海门。每个善知识啊，对着善财童子参学完了，给他说法说完了，介绍下一位善知识，说你从此往南方有个国度，那国度叫海门，海门国里头有个比丘叫海云，你呀到他那儿去问吧，菩萨云何学菩萨行，菩萨云何修菩萨道。那么海云比丘呢，能跟你分别说，这是德云比丘赞叹海云比丘，说海云比丘能跟你说法，能跟你说，发起广大善根因缘，你就参禅海云比丘，海云比丘能给你介绍，能给你启示，启发你的善根。嗯，这是参初众，一下就是二众。要咱们说是初入华严境界，刚入华严门。善男子，这还是德云比丘说的啊，说海云比丘呢能可以十年当令入广大住道位，广大住道位，你不是想学菩萨道吗？不是想学菩萨行吗？学了之后不是想入吗？嗯，那入就是住道，要想成佛先学住道，见什么境界相，得到什么利益。那海云比丘能够令你得到广大的住道位，当令你升起广大善根力，当为汝说发菩提心印，发了菩提心，因必得果，
何云法师会跟你说的。何云比丘当令入入广大乘光明，你问怎么吃菩萨道啊，就这样吃的。何云比丘会给你解说，当令入修广大波罗蜜，到彼岸就当令你呀、能得到法的利益，得到智慧。当令如入广大行海，要想修菩萨行啊，菩萨行海那么大，海云比丘能令你入。当令如满广大寺院轮，这就是德云比丘所证得的，广大寺院。念佛就是广大寺院，一佛念佛一定能成佛。来说我客气了，德云比丘客气说，海云法师能令你得到大寺院轮，当令如清净广大庄严门，当令如生广大慈悲力。要行菩萨道得有慈悲的力量，去吧，去参学去，海云比丘能令你得到有大慈悲心。十善财童子立德云比丘主，又要观察此地而去。这以下呢就是第二禅，第二禅禅海云比丘。海云比丘这个对于那个这个这段经文呢，方山长者吕洞轩他著的有何论，他的解释方法跟清凉国师书抄有不同，解释的不同啊，给大家做参考啊，看一看就是了啊，就不再跟大家解释了啊。那方三正的吕洞轩呢，对于此段呢，在合论上说，他有做一种解释，有种解释。而是善财童子一心思维善知识教，一教奉行。参善知识就听到善知识教导，那德云比就给他说的一些法，念佛三昧啊，总的说了念佛三昧，说善财童子啊，有一心思维善知识教，说你要亲近善友，亲近善友都得听善友的话呀，亲善友的目的有听闻正法，听完了呢，你这念头有细念思维，念头就思维善知识所教导的，思维完了入世而行，要去做。你们问吗，云何学菩萨行，先思维而后叫依教奉行，先是学，学而后就行，才行啊，哎呀，那么能够闻了法加以观察，能得到自在，得到自在，自在就是解脱啊，
怎么念心经大家都知道，观自在。对，现在善财童子依照德云比丘的教导，观境自在，到一些境界自在无奈。这个大家注意这么点啊，善财童子啊，参了一个善知识，在这个善知识到那个善知识这个中间路上，就是他菩萨行求法，人家告诉你方法了，他就修了。从这个善知识到那个善知识去，他就成就了。他从德云比丘到海云比丘，他就把德云比丘所教授他的他都能证得了。参一位证一位，参一位证一位，初住法门他证得了，到二住，二住又教他海云法，教他的他又把海云法教授，到第三位到善住比丘，是吧？每走一位修行就成功了。这对我们有个什么教授启发呢？我们学了很多的法，就是没有成啊，修都没修，怎么成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说发了心了要学。就是善财童子从德云比丘得到的观察智慧光明门，观境自在，一切境界相都能自在了。观察菩萨解脱门，就是观察菩萨一切作用都得到解脱，绝不受法。正念观察菩萨三昧门，三昧门就是这个，说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即是一切法三昧，把它推广，推广什么呢？三昧门。正观菩萨大海门，种种的法会，不是德云比丘讲的那么多吗？他都正念观察，不舍呀，正念观察诸佛现前，能见些佛，正念住观察诸佛方所门，方所门就十方，我说十方些诸佛，正念住佛观察的佛的归宅门，归宅门呢有一切佛的神通，一切佛的寿命，正念观察诸佛等虚空界门，遍观些佛，通观些佛，虚空界这个门怎么入呢？虚空界门这是佛的神通妙用，也甚妙寿命的神通，正念观察佛等虚空界骗一些处，咱先讲了那么多佛，骗处都有佛，正念观照佛出现的慈悲，各个佛出现的因缘不同，各个佛出现的次第不同，那每个佛都有方便三巧，正念观察入佛的方便门。他在路上就行菩萨道了，不是学菩萨行吗？学完了善知识一教诲他，他照着去做，他一边走一边修，渐次难行，得一地一地走啊，这是次第的，
不是骗十方界的，骗十方界就得一处一处缠山之声，方便嘛，要是看众生的心呢、你要行菩萨道，不是众生随顺你呀、是你要随顺众生啊，大菩萨都随顺众生，所以正念观察诸佛所入的一切方面，所入的方面是什么呢？随众生心，见次难行，自海门国。这像第二个善知识开始求法了。这个很简单，中间没介绍什么呢？向海云比丘说，顶礼其主。中间没说过程，没说过程啊。只说他中间修行，从第一个善知识到第二识说上修行，边修行边走路，到了海门国，到了就见着海云比丘了，向海云比丘说：“顶礼其主，先顶礼，又要。”有这先又要后顶礼，这是先顶礼后又要，顶礼完了起来，又要，又站了几天，坐入世言。圣者，我已先报而度了三藐三菩提心。先向海云比丘，中间没有形容词。没相似啊，也没介绍海云的住处。第一个向德云比丘请法，也没说住处，也没说礼座，也没坐，就站那就把法说完了。德云比丘介绍，见此难行，又到了海云比丘所了。顶礼其主，又要三匝或者七匝，没有说，站在海云比丘面前合掌，表白了，说圣者呀，承赞海云比丘，我已发了而度了三藐三菩提，介绍啊，表白啊，说我呀已经发了三藐三菩提心了。成正觉，我想成佛，愿欲入一切无上之海，我想进佛的智慧海，但是我不知道菩萨云何能舍世俗家，怎么样离开家发心生如来家，离开四书家入如来家，云何能度生死海，入佛的智海，表白啊，我请善知识什么目的，想做什么，我想出生死海入佛的智慧海，我想离开凡夫地入佛的地，但是怎么样断生死流啊，怎么样能入菩萨流啊，云何能破生死轮，成菩萨的愿轮，你知道吗？这菩萨普贤大愿发大愿的时候，发大愿，大愿是什么样子呢？无始终，无内外，没有个愿力的头，愿力的尾，没有发愿成佛，没有过去，
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云何能没灭境界，到了佛境界，怎么样嘛？降魔呀，怎么样成佛呀？云何解那于海？说三界九有啊，那于海。因为海那么广，我想灭那于海，解禁那于海，成什么呢？成就长大大悲海，长大悲海，离那于海，云何必住难讷曲门？必住难讷曲门，开住大涅槃门。云何能出三界狱，入一切自狱？出三界的牢狱，入大自狱。云何能弃舍一切完好之物，咬一些众生？就是完好之物，就是贪爱世间的意思啊，离开它。是海云比丘告善财言：善男子，如以发二度罗三藐三菩提心也。问他：哦，你发了二度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善财言：喂，是吧，我已经发了二度罗三菩提心了。微信答应说：不错呀，我发了心了。海云言：海云别都说，善男子啊，要助众生，不助善根，不能发二度罗三藐三菩提。说你种了善根了，要是没有善根的人，不可能发了二度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你站那呢，发了这么个心，很难呢，缘呢很难得聚，难有这种缘使你发心，很稀有，很难能，很可贵。说必须得普门善根光明，说你许是必须入了普贤法门，真有善根，成了佛种相，一发心就成佛种相，入佛的家了，去真实道，三昧自光。什么叫真实道？刚前头讲过，心即法不的心的心，寂静下来了，这就是很稀有，很尊贵。说你过去一定入过普贤法门，成了种性了，才能现在发菩提心。咱们大家如果过去你没有读过普贤行品，你善根当中没有，你见不到华严经，入不了的华严境界，必须得具足真实道的三昧自光，得到普门的善根光明，这样子才能够发菩提心，不言不讳的。要发了菩提心，能出生中通广大福海。发了菩提心，这福报就大了，就发菩提心的福报像海那么深那么大。发了菩提心，能够斩白净法、清净法增长，黑难的眼物法消灭。是善之事，不生疲厌，是吧？你要对一些善之事，善之事为缘，你以前善根是因。因缘成熟了，才能成就你菩提心。
没有懈怠，不能懈怠。十善知识不生疲厌，是吧？你求善知识开示，你不能够疲厌。善知识殊胜因缘，要不顾生命的无所长及，等心入地无有高下，性常慈悯一切众生，宇宙有取，专念不舍。这句话大家听来，对众有取不舍，怎么能成佛呀？不是这个含义。住有取，二十五有，广说二十五有，少说这三有，欲有、色有、无三有。你要想利益众生，行菩萨道，你要舍离三界，到哪去度众生去？这句话含义啊，你要行菩萨行的时候，不能离开众生。宇宙有情，专念不舍。对住有取的众生，不要舍离他们，你才能行菩萨行啊。何乐观察如来境界，就跟那个德云比丘告诉他，常一念佛是一样的。你应当欢喜，要求观察如来的境界。佛是什么境界？就成享福的境界。如是乃能发菩提心呢？你跟我说你已经发菩提心了，发了菩提心不简单。什么才算说发菩提心呢？好人比丘给他开示了，发菩提心者，菩提心包括很多，发大悲心，普救些众生过，就是发大慈悲心嘛，发大慈心，等有一些时间过，大慈悲心，利益众生嘛，发大安乐心。利益众生灭除苦难，发摇一心，利益众生离乐法，发难民心，有不为者显守故，让他得难乐。是别解释大悲心的啊，发难民心啊，发无奈心，就身心啊，身心要及助善法。舍利就住障碍，身心，咱们讲三要道啊，远离世间，发大悲心，还得身心，还得有智慧，发广大心，一切法界悉遍满，还是身心，发无边心，等虚空界无不住故，还是身心。说的这么多，有身心、悲心、厌离心。发宽博心，悉见一切如来诸法，这大愿，修行得有大愿，见虚空界，这是身心。发清净心，以三四法得智无为故，有智慧观察，执心正念真如，执心念法界，发清净心啊，发智慧心，普入一些智慧海，智慧海。你说你已经发了菩提心了，那菩提心去除了这么多心，给他解释
说你已经发了菩提心了，你知道普希提音是个什么形象吗？就给他举了这么多，完了来说自己，说善男子啊，哇，住此海门呐、啊，住在海门国家十有二年，我在这边住了十二年了，我怎么行菩萨道呢？常以大海为其警戒，我观察大海，十二年，就是依着大海来修行。我怎么样修行的呢？所谓四维大海，广大无量，大海广大甚深无量。那我这样来观察大海，就是我行菩萨道啊，我要像大海一样宽无尽，宽广无尽，甚深难测，海的甚深难测。我观察大海是怎么想的呢？思维大海甚深难测呀，这就是我的悲心。悲心来度大海，是吧？大慈悲心甚深，像海一样的。那海呢，见自深广，深广同时让一切众生都得到安乐。大慈悲心是利益众生的，让众生都得到安乐，度众生像大海一样的深广难测。甚深，众生是甚深广大无界的，拿大海比众生，思维大海即为即无量水，大海能包容一切的水都流到大海里去。大海的他所集聚的无量的水，那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能包容一些众生，怜悯一些众生，这很难呐、啊。众生不论他多恶劣，众生很恶劣的，不受教化，那菩萨行菩萨道啊，你就得包容他们，像大海一样那么量大。大海各种水，颜色不同，不可思议。但是你摄受众生的心的时候啊，没有简单的了。不是，他是外道，邪知邪见，他十恶不赦的，他是行杀盗淫的，那你都得包容，都得怜悯，都能集聚。说菩萨道那么好行的，云何行菩萨道？四维大海的水色不一样的，众生啊，种种类类，你没有个大慈悲心、大悲心，包容不了的。大海里头无量众生住在大海里头，四维大海，无量众生之所住处，那是无量众生住在大海里。一个摄受众生的心，一个使众生的难重，这都靠大悲心。大悲心完了，难了众生，让众生能够难重。但是你得怜悯心呐、啊，必须生起怜悯众生，这样呢，产生你摄受众生，摄受众生，众生有种种恶知恶见。十恶不赦都把它转成了正信，再一个是非常难的，
所以你说行菩萨道，我就是这样行菩萨道的。慈悲大海无量众生是众生的住处，守护众生，让一众生啊发了菩提心，能够难住，要守护他，菩萨得守他。四维大海容受种种大三众生，海里的众生不像大陆啊，大陆众生各种形象没那么大深的。那咱们知道大海里头鲸鱼那是一种大深，和其他很多大深啊在海底下不浮上来的，和这大型众生不浮在海中间，也不浮在海面，你会到海底才能看到。所以大海能容纳种种众生心，让一众生都同自己心，都同自己心。你不是发了菩提心了吗？菩提心的大愿，愿一切众生都像自己一样，都发菩提心，这是我们大神。大神是形容心的，此为大海能受大云所雨之雨，是吧？有的经上说，啊，那个海水下的雨啊，一滴好大呢，车轮那么大，啊，一个海底下那一滴水，啊，像一列火车那么大，那海都能容，多大的雨海都能容。融了之后呢，大海无增无减。我以前不是在厦门也好，在美国好，我天天闹到海边上去，来到海边去，也像这儿想，遐想，幻想，幻想，海没增没减，有很多大增众生，海能容下。但是为什么海不能容死尸呢？我想了很久，到现在也没想通。佛了死了的海里不能容，一定不能送上难。我就想破戒比丘造了五六十内的，在华严经上讲大海能容，能容，为什么不能容十四？再问大家参吧，我没参通呢，还啊，能容那么些，为什么不能容众生？生者能容，死了就不容。大海的水，不愿你这个四天下下的雨多大，还不涨。那水千江流入归大海呀，无论多少江都流到海里去，海水没有争。这个智慧海表这些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海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讲，说善男子啊，我这样对海思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佛作思念，世间之中，这是世间上的啊，颇有广博过此海法，还能有超过海的吗？颇有无量而皆此海法，能把海给截止住，颇有甚深过此海方，颇有殊特过此海方。下头他这么一想啊，海里出来一种殊胜微妙，
大海里头出了一个大莲花，非常微妙。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兴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举办秋季孝亲报恩法会，日期9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礼拜金刚宝忏暨小蒙山，恭请广护法师主法。9月24日星期日下午1点半，设放鱼茄宴口平等甘露法时，恭请慧泰法师主法。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0月4日星期三，时间8点半传授八关斋戒，13点半礼拜大悲忏法会，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南无护主无量光，甚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
南无护主无量光，圣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南无护主无量光，圣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念诵一遍从今乃至九十六亿劫，念诵一遍从今乃至九十六亿劫，无量无数恒河沙数劫往生极乐世界，决定无疑。千佛体性闻名导师尊，觉取十万诸佛圣名号，具足净性真实劝请故，唯愿一切众生证佛地。
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